到四颗吧。我也想打给中华电信断他们网路啊！哎，人不要这法样断网，子，你断要不要网路专者。心转播啊？哎呦，现所在以巧克他力他是。们，哇，这巧克力真的很幸运呢、欸。对啊，他都一直躲过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他们刚好可以出生在树那边？哎呀，过，这就是比他们的赛时幸间运过值。20分钟对啦，啊，我们我们接就下出生在来，沙漠，不得不移动。哎，我们也是出生在沙漠，而且还被打死，哎，对，哎，好你们觉惨得汪汪哦。会活多久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冠军现在的队伍，汪汪啊，汪汪现在剩2个，而且啊，看来他他剩是一会格弹吧？跳，正常发挥啊。哎呀，告诉你们，他剩2个血，那只是假的。明就只如剩果一颗。一打一，我搞不好可以干掉那个老皮耶、欸！他们汪汪现四在个开始发人，呆了，为什么？你刚刚哦，是怎么跟他打？他没还是我有，伺服他器们老应该是老皮说，因为我推测啦，就是老皮说，哎、欸，秋风在那边去围殴他，然后老皮冲第一个，然后我有看到，我也做出剑了，所以我跟老皮互砍，然后。好。我被砍到树的，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逃了。我被围起来，树的旁，我旁边是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逃。然后他们四个人就围上来了，然后已经走不出去了。对，已经是啊，老皮他有那种就是团队带领团队的那种感觉。他们已经说用在这，知道然后吗？我被打的时候，我是讲说这边有人在围我，然后我们这一队小白，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？你知道你说的时候我很慌张在找你，可是我们三个人走出去都找不到你。我在树那边呢、对啊，然后我想说你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你后面拖了一堆人要来追杀你，我们就三个就哎跟着跑，啊，你们就跑掉了，你看，这 是团队，他们都说哎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武器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武器，我知然后想道说你他们们没手有上挖都到有树，武器你们耶，没有武器，你们只有徒手，其实他们只有老皮有武器、欸，哎。真没假关的，真系，他们的。宁愿牺牲一个，也不想牺牲全部。没关好系，我啦，们至我少不怪你们保留啦，不两个怪你人。们啦，因为本来就没有东西，你们也不可能冲过来。这样子一开始就很难对啊，的，他太们难其了。实逃应该是正确选择。如果伺服器断掉会怎样？我们现在去把那个红十字机关打烂，好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不要这样，用的东西更多。怨念越来越深了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来一个时空回溯吗？等下等下，我想到这时候应该打给巧克力，跟他说：“巧克力，我给你那样多少钱，然后帮我把伺服器关掉。”这样。没有啊，我跟他同一栋公寓啊，那一楼都会有那种管线路，你知道？是呀，那你去楼上把他的电线扯掉。对啊，你可不可以把巧克力的电线扯掉？去，大不了在他家门给口你烧十几块。次。对啊，你把它扯掉，去，快！在那你那边不会有人，就是跟你抱怨吗？猜猜可以，猜猜你可以现在拿着 GoPro，然后去拍说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要去拔巧克力的网路现线，在这样第越七接天近正越在安开全。打，我现在要把巧克力的网路拆掉。打击不能过度，是很可惜。没有，你可以先拍一幕说，各位观众，你看，这是 USC，我不到5分钟就死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找巧克力的网路。没错啊，他说你们这是剪刀，我要把它剪下去了。感觉好像很爽哎、欸。然后还要说，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们业障太重了。你们这样也太爽了吧！哇塞，同一栋网路哎，可以把它拆掉啦。希望我们的人能撑到最后。加油！我希望我觉得我汪汪们可这以队撑的到最有点后。危险，我也是。我觉得汪我汪要都危没有，险。我没有 OP 啊，如没有果我这样。有 OP，我就偷偷丢个箱子给汪汪了。汪汪死定啦！你们这一届放弃吧。不会啊，汪汪不要打，为直什么接断要这定。还有不机会会吗？啊，相信吗？不管还有什谁么机会都可以回血要吗？死就对了。你们放弃吧，你们他死要定吃到金苹果才能回血啊！不会全部人都死定了。汪要怎汪么样可以才能拿到金苹果呢？问题是他有拿到苹果吗？他挖自己拿不到钻金石。啦，他挖不到一块啦，一块都挖不到了。对，因为他算是哎呦，自己很核弹的，这样。愤 世嫉俗啊！真的超愤世。我诅咒，我现在一个一个诅咒，我诅咒鸟鸟踢到桌角。应该是好，满场归吧，其实满场踢大到杀桌角哎、那我要祈祷，我要诅咒鸟鸟开台的时候都亮红灯。开台都亮，汪汪要死他亮了！红灯也没有什么影响啊。等下，汪汪汪，那汪个汪要死了吗？下面都是岩浆哎、欸！
哦，哎呦，这不会死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啦，哦，不会啊，这样不会死啦，哎呀，不会啊，他就一个摔跤啊，我要换下一个，我要诅咒阿尼，欸，我要诅咒阿尼，等下掉进岩浆里面，好坏，老皮什么时候才死啊？我还要诅咒阿尼，每次接 case 的时候都一次接很多，然后让他超死。你在说你自己的经历吗？没有没有，是最近阿尼说他很累，他说他接很多 case， 他一直接太多，然后我要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下一个是巧克白，等一下哦，巧克白很好，不用，我们已经这么惨了，有什么好诅咒的？不行，你不是要所有人都死吗？不行，我要诅咒巧克白，我要诅咒巧克白。苦了，那个怎么念呢，啊？那种什么吃巧克力吃到天死吗？哇！诅咒巧克白在吃晚餐的时候，在吃点心的时候吃到过期的巧克力。欸，你知道你诅咒的越多会反噬到自己身上吗？不会不会，欸，我平常已经够衰了，所以我不怕。他已经不在场上。我们被繁星他们发现了，他被繁星他们发现了。你看繁星，哎，在附近了。老皮，我现在看到了，汪汪他要打了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繁星还有小燕这一队被发现了，他现在呈现被围殴状态啊！汪汪现在要马上，汪汪跑了，汪汪跑了，汪汪快跑！现在就看繁星他们会不会追上去。由于现在看得到名字吗？对，繁星往下挖，往下挖，繁星往下挖。对，繁星往下，继续。繁星往下挖。他们绕过了，欸，他们没有在一起。晨晨往下挖，晨晨往下挖。给个机会，参加说的好。拜托往下挖。给个机会吗？没有没有，汪汪跑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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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厉害，不错不错，超励志。我们在看一部励志电影吗？对，我们在看励志传。可是上面有一只苦力怕，欸，遇到苦力怕啊，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给你们钱，不要杀汪汪，他挖到别人家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是他家，这是他家。哦，这是他家。对对对。怎么把自己家堵起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怕被追啊。哦，吓我一跳！他到底在干嘛？目前处于他没办法下，让人家不知道他刚刚有经过啊。对啊，他现在这样持续到最后吗？不是这样子，目前处于和平阶段。我可以告诉我的剪片师说，哎，欸，这一段都不用了。好方便，从现在开始记这样。对，这也都不用了啊，完全都不用了。对，不需要啊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哇塞，这一代剪接好方便哦，我直接开头开头跟结尾剪一剪就好了。哦，欸，好夸张哦，一堆苦力派耶！不要挖开，等下掉下来。哇，我也好担心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来刚刚哪一队没看到？来看一下阿仙这一队。哦，不对，我还没诅咒完。哇，继续。哇，老皮那边感觉好像有点刺激。哇，诅咒汪汪，不是汪汪不能诅咒。老皮在咒术哪里？不能不公平，你要全诅咒完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诅咒汪汪。我要诅咒。不行不行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不公平。你要好，我诅咒，我诅咒汪汪，他刚刚吃的薯条软掉。哎、欸，红队又在，红队又在那个嘞，又在上面走动嘞。啊，我现在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看到胡子大叔这队，我诅咒他等一下走一走跌倒扣血。因为这一件食物没有很多，他们会不会不够吃啊？我看老皮已经有在种树嘞，有可能他现在非常努力想要生出胡子大叔，现在在那个村民他家嘞。干嘛？他们可能可以换，哎、欸，也还好哎、欸，换到食物吗？感觉条件也很大。我觉得因为，嗯，田都收刮完了，他们也不可能在这边生存了、啊。还是他们其实反向思考说，就是没人会来在他们。他们有找到田哦。有啊，那个啊，村民家有田。他们现在上去了吧。哎、欸，那他们这样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可以撑完这整局、欸。哎，他们的食物量。我们刚刚就是在这边死掉的、啊。操！哦，你们竟然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开打、哦？对啊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，这里就是我刚刚死的地方。鸟不生蛋，真的鸟不生蛋。可以可以。我们刚都没有杀他们，他们都一直杀我们。50年过后，我就可以在这里申请一个古籍了，叫做黑羽。死的地方，你们应该要打仙人掌，然后他们冲过来就是放一个在。哎、欸、有，我刚刚就是有打仙人掌啊，就打就是打到自己，然后就他们应该是上去找甘蔗的吧？自己，这一届的甘蔗也没有很多、哦，真的、哦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小 A，、应该大概三队可以拿到甘蔗，可以做出父母牌吧？我们来想一下，小 A 怎么诅咒他？嗯，诅咒小 A 每天一直吃宵夜，然后越来越胖。可是好狠哦！而且他现阶段正在进行式，
对，他前阵子我才看到点麦当劳吃火锅。真的，小恩一年前很漂亮，可是他现在没有你骗了，你当我一年前没认识他哦。没有没有，那时候有看过他的照片啊。然后那时候有看过他。每天都讲这种话吗？他一直都这样啊。没有没有，他现在是打扮后才漂亮。黑雨保重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，我们接下来看风破要怎么诅咒他好呢？我记得他是有录影的功能，对不对？他什么？你在共商会？录音，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有。都业障太重了，都有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接下来看风破怎么诅咒他才好呢？让我们思考一下。诅咒他在用针在缝衣服的时候，被人插自己手指指甲，很痛，那很痛。哇塞，金就在下面。好，换下一个，那个是谁？下一页。哦，接下来是太大也死了，我也死了。接下来是箱子头。皮弟他们现在在地上哎、欸，他挤吗？哎、欸，这里皮弟，你打出一个苹果了，赶快回来捡，皮弟。在这里，他不要，他听得到。接下来，哈记啊，哈记、啊，有苹果在地上，没人捡。哈记，我想到这声音，我想到了，哈记的话，我就诅咒他一直吃牛排，然后最后破产，然后变胖，然后交不到女朋友，好恐怖啊、哦！他已经交不到哎，这样。哇，你好坏啊、哦！你说的这一句好狠哦。接下来我把老皮啊，老皮就我想到这个最多了，老皮就祝他越来越胖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太心越来越胖了。老皮在月初就是什么年初的时候，曾经就是录影跟大家说过，说他年尾的时候他减肥减到52公斤，跟他大学的时候一样。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就要捐12万到外面，那捐定了、啊就是。然后他不是那时候本来就自己就捐定了。对啊，他有自己讲，我诅咒他捐定，他完全无法他自己有讲，还要、欸、皮弟，皮弟真的走远了、欸，这个苹果没人要了。他每天还说，我绝对不会吃宵夜。他每天都问我说，黑羽你要不要吃宵夜啊？啊，诅咒他越来越胖。我觉得你好像现在诅咒全部都是祝人家变胖。对啊。好，不然老皮再换一个。诅咒他玩 VR 的时候不小心踹到桌角，然后被小黑挥到头。为什么又是桌角？好痛哦。我们就在这边看着这一颗苹果、啊，看会不会有人来捡。有一个更夸张，还没有人捡呢、啊，还没有啊，苹果就要消失了哎、欸！哇，怎么办？只好全部都围观那个苹果啊！我想到附近没有人呢、欸。哇！我要诅咒老皮玩青蛙跳的时候，不小心脚着地的时候没有着好，折到脚。他为什么要玩青蛙跳？没有练习青蛙跳，因为他要减肥。哦，他真的有在减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啦，其实有他，因为他每天会在浴室里面做运动啊，所以其实浴室浴室里面，而且他真的就是在浴室里面做运动，练到最后就是他真的手臂他一用力就很硬，超硬的。其实他有肌肉，确定手臂、欸。你都趁他们不在，然后讲一堆他们的坏话。哎，苹果消失了，我要跟皮弟讲，他们真的没捡到苹果。你要打。哦、我要打字，打字不能讲吗？打字可以讲吧。皮弟，你的苹果消失了。为什么小恩？你们换搭档啊？小恩，有观众去跟他讲了，你们不要乱讲话、啊。你知道老皮那边也有人跟他讲吗？没有，老皮一定没看到，刷太快了。有点爽。秋风，你还打字说有点爽？我要打了。这个是被控吗？哪里？往往不一定这个。那我要换个方式说，我要诅咒小恩变得好漂亮。这个应该不是诅咒吧？这个是诅咒啊！这是诅咒，这是诅咒，這詛咒好好哦。我诅咒小恩变漂亮。对啊，你要不要也诅咒自己变漂亮？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曹哥，然后我知道说不行，那个太诅咒了。我原本要说祝他被台湾雀巢公司那个，后来想想这太诅咒了，这不行。这个之前他已经遇过了，你不要再诅咒这件事。这不是真实发生的吗？对啊，那我已经过了一个事件了。我诅咒雀巢永远长不高，好坏，就只能永远保持这样。现在不是也是还好吗？没有，他现在在以男生来说，他其实没有那么高了。对，他真的也不高。没有啊，你们换个方式想，太在意。没有，你们换个方式想，假如老皮在工作室里面做运动。其实老皮之前都在工作室里面做运动，只是他一做运动，我们大家都会一直看他，
所以他什么地震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就是他做运动的时候动作很大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在后面做类似像瑜伽的东西这样。对，所以感觉就是他会不自在。还好阿俊不会在这边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不会啦。阿俊会有做运动吗？他有要减肥吗？台中哪一天地震特别多的时候就知道。阿俊之前你就说他要减肥，他已经瘦十公斤了。真的啊？真的假的？他真的啊、那至少是真的有在减啊。他瘦在哪里？胖回来了。不像黑鱼有没有？有，我有在减啊，我瘦两公斤、啊。你减多少？两公斤，那人家十公斤，你才两公斤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是最近才开始的。你不能勉强我啊，大姐。我在干嘛？这里有一个神怪箱，看一下。我们接下来来看晨晨，我们要诅咒他什么？诅咒他种树长不出来。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威胁。然后战利品尚未生产，打树还不会掉苹果。没有，你要诅咒他说，祝他们种的，你要祝他们种的树全部都打不到那个苹果。祝他们种树还不会掉苹果。祝他们种的树不小心用到隔壁，然后被岩浆烧起来。其实繁星和晨晨有损血，其他人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这刚刚是满血的啊，现在是摔到吗？晨晨可能是吧，繁星不知道哎。有人在跟老兵讲减肥的事情吧？我没有在讲他坏话，我说主播小雅好漂亮。大家都在洗、啊。懂哎哎，这地图会有渡鱼吗？大家都在洗，不一定。为什么你们要洗？哦，渡鱼要看地形啊，这一张应该比较没有，上一届很多啊。哦，有可能会被打，就是一个被渡鱼弄。我还为了这场比赛去把你们历届都翻过，真的哦，你这么用心哦。可是你知道我看秋风，你第一届，然后你就被苦力胖炸死，还第二届、哦。第二届啦，第二届。各抢优二。所以我这种转播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我有经验。对对，我是心想说你今天应该是有经验啦，对不对？我好无奈哦，就开始抱怨人生哦。好无奈哦。巧克力好像发现我们这一队了，秋风。真的吗？要打了吗？他有看到，他没有打，间隔几个方块而已。等，为什么我看鬼鬼的视角他是，他哦没事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的头往后转。要到了，感觉会遇到哎、欸。谁？啊！法师使用断线，法师使用断线大法，又是断线大法。总之我们刚都断线了。没有啊，其实我刚刚诅咒也没有说到认真诅咒啊，那都只是开玩笑来跟观众。对啊，有观众说你很认真的、欸，没有啦，才没有嘞。我觉得你很认真的、欸，因为有观众当真，我要跟他们说没有。巧克力来喽，巧克力在附近蹲着，要走过来的感觉、哦。看到哎、欸，不是，这看得到吗？那是有看到名字吧？名字可以吧？现在名字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、早就出来了，二十分钟后就出来了。那他应该有注意到名字。Oh. 可是我们的人好像没有注意他哎、欸。对啊。所以巧克力在待命就对了。对，巧克力蹲在那里。巧克力他自己的队好远哦、啊。他为什么一个人跑过来啊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一个人、啊？他离他队好远呢、欸。他在挖矿的关系吗？可是他刚好像都逃离他队友了。而且这附近有那个毒蜘蛛生快箱哎、欸。在他头上，毒蜘蛛生快箱，上去巧克力。毒蜘蛛怎么有点老舍？被控有可能有金苹果。对，我觉得有，应该有，但是怪物有點多、欸、可是很危险吧？拿出来就、啊、有超多。对啊，危险啊！拿出来就爆炸。拿命来换啊！哎、欸，巧克力挖通了。他想前进，可是这里没有路啊，这里是死路、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巧克力。哦，巧克力在哪？巧克力一个人默默的走过来了，那里有人在烧铁，可是没人、欸。我们的人，巧克力和巧克白要命运的交锋了。巧克力，等一下，巧克白没有注意，巧克白还在挖，还在挖铁，巧克白没发现，惨，巧克白没发现，惨。一打二，不一定，没有听到那个曹哥也没发现哎，就这么近。天哪、啊，他们两个！曹哥，不要现在用熔炉，快拿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曹哥在挖，不要看！出来了吗？巧克力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规划，还在做陷阱，规划。他们，他挖下去了，他们为什么？
他慢慢挖，他要绕道了，快挖开，快挖开了！他挖到了，他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哇，我们的人被偷窥。